咱的公公。好啊，按照讲，伊的冤仇你较重。二十年前，甲阮老爸抬去，甲阮娘徛去，甲阮姐也胖去，把我当家做小鸡，我恨死，你有当无？真当，也唔我阁比你较当。二十年前，害死阮老爸，占阮老母，又阁将我的小弟害死，我今日来这要报冤仇，安尼什么人较当？你安尼较简单，咱两个坐来怎么做？那我问你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恁老爸有个好名？阮老爸刘文通。哎，无这个名啦。江文昌。哈，江文昌，我问你，恁老母嘞？老母就爱干。哎，这个名还真是。什么名？什么名啦？就啊，就爱你。就爱你，要哪里你嘞？我哪对？什么名？李艳秋。无证无经，李艳秋是记者呢。李艳秋当然做记者啦，惨啊！记者，记者，江艳秋啦。啊对啦，江艳秋啊，对啦对啦。然后呢你？江山头。你是江山头？是啊。我是你那做江艳秋。什么？明明看到你去找到个人玩，啊，安尼原来你就二十当天，我想到啊，迄个查甫囡仔，恁爸等上半空中要甲你大台开花，去予家里阿凤嫁去，你是真无死的啊！原来我变阿你就是家里阿凤啊，小弟，去弄着变我来变阿了，啊无你就空安空安咪，拔起来啦，安尼是变阿报恩仇啦，啊我差五期的。哎呦，差迄家界事的背起来啦，小弟，既然你我这地二十年后当搁再见面，这分明是阿爹的宝贝。袁秀兰在咱面头前，咱两个这地啊应该合手，抬死伊性命，抬阿爹的寿命。将来去看卖。嘛，无甲你伤着，赶紧的，先约人要紧。让我走，对对呀、啊。